我们再来勾一个蝴蝶结。如果你喜欢花，就是勾花也可以。左边七针，这个没有限制的，你想勾大一点就起多一点，想勾小的就是起到你合适的针数就可以了。我这个是起了13针，那有一针就是起立针，那我们就勾出12个短针。勾到后面，勾完一行短针，一梭针反过来，那也是同样的勾短针，你起多少针就勾多少针，就是这样一来一回的勾。宽度也是由自己掌握，我这个只勾了3个手指的宽度。然后我们用摆设的线，就是每一个针目都勾出一个短针，先收一针。在转角的地方我们就勾2针，顺便把这些线头给藏好，那后面就不用处理。好，那就这样勾完这一圈，围一圈这个摆设的过来，就围到这个地方。勾完这一圈摆设的，那也是做一个引拔，把线给断了，就把这个线头给藏好，把多余的线头剪掉。这个方块做好以后，我们就将捏，把它均匀两边，留长一点的线头。将绕绕几圈，觉得好看就整齐就可以了。那个整理一下，我们就把它安在帽子上面。缠好以后，用后面的线打一个死结。把它拉紧，那直接用这两根线缝合到帽子上面。